所以我不是你的 first choice。不是 first choice， 这个就是。你对我只有感谢而已。你到这个节目来有多少分是来谈恋爱的？三十。Hello。小崔，哎呦，坐。昨天你等我，今天我等你。等得久吗？还行，又出汗了。今天是咱俩的最后一次在洗澡的最后一次约会。嗯。我有个礼物想送给你。什么礼物？唱片，哇，叫唱片，哇，哇，哇，我天啊！你生日那天我买的，因为你生日那天我也没有给你准备礼物。天啊，那你怎么知道我喜欢黑胶？咱们在船上尬聊的时候，我问你喜欢谁的歌吗？很喜欢听这种，就感觉可以带动自己。然后。里边呢，我就是很羡慕他跟黑莉的感情吧。嗯，很甜。而且他也是像之前经历过很多。然后当时看他们那个纪录片啊，我也看了，嗯。就是有一集就讲他有时候会处于人生的低谷嘛。嗯。然后但他就是黑莉一直就陪着他。然后。就是真心的欣赏他吧，就他做什么都欣赏他，所以，我想就是咱俩以后相处，我也希望能像这样，我也希望能像这样。理想的模式是这样子的。对，就是能真心的相，就是欣赏对方吧。谢谢。这张专辑你最喜欢哪首 ？Come Around Me。第一天，如果那天我没有主动的话，你会注意到我吗？会啊，因为你是第一个上来就是出场的女生嘛。嗯，那天怎么没有投给我？那天怎么没有投给我？来了，送命题。那天可能那天不太聪明吧。那天如果。有试过没有捅破那层纸的话，你会主动靠近我吗？心里其实是有我的好兄弟，我的好舍友，崔崔的。我知道，就当时我跟试过毕竟是室友，我也知道他一直很坚持的喜欢你。但我觉得我还是应该尊重我的内心。其实我之前挺想跟你就是主动沟通，但是我也刚来，感觉很难找到一个机会，对，没有什么机会。嗯。你记得有一次我问你，就是你上这个节目，你真心来谈恋爱的，就是那个程度是有多少？我记得你回答是30%，现在有改变吗？现在当然大大提升了。提升到多少？你给我个数字呢？提升到80吧。然后20%就是继续相处吧。嗯。然后你也多了解我，我也多了解你。毕竟我是最这两天才发现你的另外一面。我的另外一面是什么？你自己说的闷骚。还好啦，就是这样啦。我说你现在回去你最想干嘛？想回去，想先回家，
就感觉回家会感觉有些不一样，因为出来很久了。对，还有完全放松。嗯，想先在家就是完全放松的待一天，然后再慢慢的就是回到原来的生活。蛮好的。你回北京，慢就是重新就是回到。又会回到每天上学、健身，三点一线的生活。打算第一件事情干什么？准备先回，也先回家，然后吃个好吃的。嗯。然后休息休息，整装待发去找你玩。去找你玩。嗯。爱情。